尊重当事人，不便去讲任何的话。我相信侯市长一定是秉持非常诚心的态度，希望整合大家团结，只要愿意见面愿意联系就是好事。我不清楚大家愿意见面都是好事，我们跟民众党之间还是有保持联系，不要做心痛仇快的事情，共同为主流民意下架民进党，共同努力成就大局。团结整合的过程要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，如果只有坚持自我是没有办法整合，没有办法成就大局。我们必须要秉持这样的态度，不要去再做任何心痛仇快的事情。昨天晚上民进党已经庆祝一个晚上，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现在很开心，团结努力化解争议，团结一起，不要让民进党放鞭炮躺着选。民进党赶快站起来跟我们拼一场公平的选战，全党一起坚定支持侯友宜，支持所有党提名的候选人。党纪七组规范也会严肃按照党纪来处理，呼吁党员同志，只有大家团结努力，胜利成功才会是我。